要走，为什么不肯留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你要走，也要告诉我。可是你才能再回头，难道一点留恋也没有？把那爱情抛在脑后，就这样一去不回头。我恨你就这样离去，我要走，为什么不肯留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你要走，也要告诉我。白头谷戴笠老师，以及我们星光舞台灯光音老师，谢谢我们的连丽大哥，我们的抢年饭碗，放心啊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有网。